sand bag， 你搭我这个卡其色的上衣，整体穿起来它是非常韩系日系的那个感觉，还是待会我搭那个 Grange Brown 的也是一样是搭得到。上衣的扣是 MTH07， 价钱是55而已 ，OK， 数量有些颜色是很少，其实颜色也那数量也不多了 ，OK， 卡其白还有黑的数量是比较少的 ，OK， 这三个色一共有七个色啊，这件上衣来我给你们看颜色先啊，我身上穿的是卡其色，这个是 turquoise 啊 ，OK， 这个是 turquoise， 它是带青的 turquoise 啊，这个是 baby blue，OK，、okay? 这个是 powder pink。这一个是 greenish brown， OK， 再来就是这个白色、黑色加我身上的卡其色，颜色有七个色， free size 下单，只要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SML 的顾客都穿得到，面料是很 soft、很柔的那个，很像 baby 的那个。baby 的衣服的那一种面料，很 soft 很柔的面料，肯定适合我们的天气穿的就对了。然后属于一个，你这样子看我的照片呢，因为很多时候这样子的款式，你看照片你会觉得它是没有袖子，可是它上身的时候它就有一个 cap sleeve 这样子的款式，因为它是属于一个蝴蝶袖的上围，它就微微这样子盖着一点点，你看这样子看是有袖子这样子的款式。所以说这件卡丁呢上围可以到100，腰可以到90啊，所以说因为我们之前有些款式可能这个 SL 啦，这件呢你平时是 L size 是可以完全，那么呢这个区别出来先声明，它衣领你穿的时候可能它比较卡，你穿上去的时候它会比较卡，可是不会有穿不到的问题，加上它这种衣领它会比较挺在那边，然后它没有这样勒你的背勒你的颈，所以说穿上去卡，可是就说上身了的效果它颈那边它会比较多的空间，然后它是不会勒不会不舒服，它也不会说顶着你的颈啊，不会啊，肯定不会啊，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。我身上这个比较浅的是属于卡其色，因为它另外一个比较冷色系的就比较 up color 就是这个 greenish brown， OK， 这两个是如果刚才去买了 same match， 你可以这样子配搭，一样是搭的。同色系配搭，还是像主播这样子一套带走，比较韩系、日系的一个上班穿可以，上班肯定是可以。那么呢，我身上就穿了黑色，显瘦的颜色有黑色，然后穿在我身上没有拉伸是有空间呐、啊、，OK， 腰上围都有空间，拉伸一样它可以去到多个半个五，因为这个的就是说属于非常大弹力的一个针织面料来的，所以说我们上两期的所有的针织面料。上衣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很多顾客都还在找这个类似这样子的版型，所以这次有不要错过它。然后这个之前我们很多顾客啊，有好几个顾客直接包色哈，就是类似这样子裁的一个上衣。为什么呢？面料舒服，上身的话它非常显瘦，加上这样子是属于一个比较高领的裁剪，整体 compare with 圆领，它会来得更加的显瘦啊。所以说一样喜欢的话，不要只是带着一个色哈，因为这个款式要过了这。你说下一次即使有补货的话，时间可能方面比较长啊，这种可能肯定是上班休闲都适合啊。大多一次给你看啊，我的上围是94，这个可以到100呀、啊，然后腰围这边可以到90，我的腰是78，所以说是属于非常非常大弹力的一个针织面料来的哈。整体这样子的针织上衣这个版型啊，你配搭外套穿在里面当成一个内搭非常好看，它就衣领那边微微露一点点，相比你穿那些比较低衣领的，这个会来得更高更高雅就对了。 OK， 来我换了这个 Grange Brown， 你看我 Grange Brown 啊，搭回刚才这个 Sandbatch 的裤子一样是搭得到的。 OK， 我身上这个是比较深的，你想要显瘦的来，然后又穿的比较冷色系比较韩系日系的配搭，所以买了这个 Sandbatch 的裤子可以搭回这个颜色，显瘦的来 overall 穿起来它很稳重就对了。 OK， 有显瘦的效果。转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的，没有拉链没有纽扣啊，穿的时候就从头套啊，然后它衣领是有分前后的、啊、前面会比较低一点，后面会比较高。像助理讲的，上一期我们有一个顾客啊，两个款式针织上衣还包色。对， OK， 你说这个啊现在颜色方面选择就比较多，可能就不要包色，你们可以看主播介绍完所有颜色，可能你们在看要讲多少，毕竟七个色确实是蛮多的，所以说可以选看主播穿完所有的颜色先。 OK， 还是说你有现在有你恐慌要的颜色，你可以直接下单，那就不要包色先哈。
基本上它面料是很适合我们的天气穿，不是那种毛毛痒痒的那种针织面料啊。像刚才讲，它是很松很柔的针织面料 free size， 然后它钉相比我们上两期的都会来的比较大，所以腰围对腰间的 OK。上围呢，它就属于一个小蝴蝶袖的款式。像刚才讲的，你看照片的话，你看去整体它是一个没有袖子的上衣，可是它上身的时候它就有微微盖着 cap slip 这样子的款式 OK。然后把上衣拉出来。来给你们看，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打印的 ，OK， 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打印的。我去换，来这一次我换 baby powder pink 给你们看先 ，powder pink 衬我这个下面是裤子也非常大。上衣黑色最后三件啊，如果你们要黑色的话，还有最后三件哈 ，OK。只要黑色，还有最后三件而已。因为有些颜色很少。对，Miss Green， 你的裤子黑色 M sole 了啊 ，NG 一下啊，裤子啊，我先资料去你的 inbox 里检查了，然后你要确保拿得到的话，你回来我这里啊，回来直播这边下单哈。哎，其实这一套不是必买款。S one 你的是 Sand Batch 啊，裤子 S size 留了。来，黑色最后两件啊，只要黑色最后两件哈。我这一件上衣这个 powder pink 啊，穿起来很女人味的来，可是又很斯文，很斯文的感觉。你们下单了不要 delete 啦，不要 delete 你的 comment 先哈。delete 了我们就 consider 你 cancel order， 然后我们就不保留啊 ，OK？ 所以请不要 delete 那个 message。你看，因为你我要现在令你 delete 了，我的线会卡的哈，我会卡线 ，OK？ 不要 delete 哈。Powder pink 配回这个 sandwich 一样非常好看，虽然是不同色系的，可是整体配起来就是很斯文，它是比较柔的颜色哈。这个 powder pink 一样，像助理每次我们每次讲的，它不挑年龄穿的 ，OK？ 它就是那种灰粉，很斯文的来，然后很女人味的那个感觉就对了。所以喜欢这个款式，其实我觉得包饰也不会错，因为它的颜色太怎么说呢？太吸引人了 ，OK？可能说黑跟白它是非常难取舍的哈，因为有些色觉得，哎，我不买这个色，我等下会很后悔啊。哎，这个色我又非常喜欢，很难取舍。没关系，七个色你们可以看主播介绍呀，然后你们再可能再入手哈，毕竟现在颜色比较。那我的卡其黑白数量是比较少，我的黑色最后两件，只要黑色的话还有最后两件哈。没有拉链，没有纽扣，穿的时候就从头套。我身上现在穿的是powder pink OK。来，我去换这个 baby blue 给你们看先啊。对来讲，粉色一定要带走啊，因为七个色里面它的粉是那种比较柔，然后就说不挑年，它是灰粉色啊，会有点 beige 的粉。所有的颜色，你觉得你要比较女人味的粉色带走？因为我们上星期二的粉 啊，很多顾客都还在讲粉色啊，对，这个你可以选择带走这个款式 ，OK？ 所以有对，所以说要比较女人味的话，这个粉必须带走哈。你又不止啊？没有，周一那边有。哦，他不要。啊？你家换风格了？什么？你家换风格了？没事，他换风格了。他换风格了。哦，风格。你不明白，大姨。没有啊，今天也是穿 oversize 的吗？大姨，你不明白。男生。大姨，你不明白，大姨。还是穿中哥。穿 M size 啊，来给你看一下啊，这个裤子的话 ，OK， 这个裤子 JP 了六十三码，我刚才已经介绍了啊 ，OK， 怎么搭可以这样子一套，谁带走了上衣还没找到下半身，可以带走裤子这样子搭，我是穿着 M size 啊，这个裤子这一期裤裙强力推荐，因为是等了好几个月的一个款式哈，哎，你看啊，整体啊，我白色配这个蓝 baby blue， 我穿起来它亮的来，然后它也很显白，很好看。不要怕我的白色裤子会透啊！你看上衣这样子，白配蓝非常搭
就对了。我身上现在换的这个是 baby blue， 然后我身上那个蓝跟我们之前有的蓝不一样哈、啊，它这个是 baby blue， 它是带稍微比较出色的一个蓝，不像比较浅的那种啊。这个蓝的跟之前的 baby blue 是有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哈，不一样，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哈。跟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蓝也不一样啊，因为他们这些 color tone 啊，稍微会不一样就对了。所以想要比较特殊的颜色，除了这个 baby blue，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turquoise 啊，这两个是相比之下，这两个是会来的比较特殊。OK， 我身上穿的 baby blue 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 free size。OK， 来，我把上衣拉多一次出来给你们看啊。上衣 OK， 基本上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戴。你衬牛仔，如果你衬牛仔的话，强烈推荐你带走这个蓝色。待会我衬牛仔的时候，我会配搭这一个颜色。来，我去换 turquoise blue， turquoise color 给你们看。Turquoise 呢，它是带青比较多 ，OK。好，已经好的，你的裤子啊，白色 S 流了。记得，如果你们看这直播的话，不要 inbox 下单哈，不要 inbox 下单哈。想要更特殊的 ，OK， 带走这个 turquoise color 吧，一样衬回这个白色的上裤子。哦，它上次买 match color。Oh, OK， 好的，雨林，对这个版型很美呀、啊，雨林这个版型真的是很美。所以说，turquoise 是属于比较亮的颜色啊 ，OK。只不过现在上衣它是穿的 turquoise 啊，它这个 turquoise 比起之前的它是比较浅，然后比较亮，比较出彩哈、啊，这个颜色。所以说颜色方面非常难取舍哈、啊，这个款式。OK， among 七个色里面最 bright 的颜色是这个 turquoise， 可是它不是那种荧光的颜色，只是说相比之下七个色里面它会来的比较出彩一点点。尤其是买了白色的裤子，你配搭这个 turquoise color 是非常特殊的，就好的。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可能有些人刚刚进来的哈，裤子方面你们不要走开，我们介绍完上衣，我们再快速带过裤子给你们啦 ，OK？ 所以你们要裤子的话，不要走开哈。是啊 ，OK， 原来如此，因为现在你就算是包色了，因为我是跟我们之前的真的这个版型真的很美，超级的美哈。Tiffany， 你的是 turquoise 上衣流了。不懂得怎么配搭，直接，所以我们讲这一套啊，是这一期必买的款式，整套这样子搭，我们这里跟你搭好好了，我们不会随便搭的，我、哦、是有花心机，这样子一件一件衣服买回来了，就我们进货回来，我帮你搭好好，这样子配搭给你们看，你买回去你懒得配搭的话，你就跟着我们这样子的配搭就好了。The coins 配白色非常好看，还没有下单裤子的尽快呀 ，OK， 来我去换，这次呢我就换白色给你们看 ，OK。白我就衬回一样，我衬回刚才那个 sandwich 给你们看。你说你的 turquoise 流了 ，Justina， 你的黑色、粉色 turquoise khaki 四个色流了。包色，因为最近我也是没有什么喜欢穿牛仔裤出街，太热了。对，反而是想要穿这样子下面宽松的，应该是我舒服，对啦，很舒服，很凉哦。阿美娜，你的裤子是白色 S 流了。现在的天气啊，这个长裤的裤子非常适合，很凉爽，超级的凉爽哈、啊。因为毕竟天气热，不是说那个裤子不好
穿，可是我觉得穿这样子的会更凉爽。因为可能有时候啊，天气会到整30多度、40多度都有啊，所以今年的热，去年你觉得很热啊，今年的热是比去年的热更加的热就对了。然后比去年的是 powder pink baby blue 的快闪的色流了。白衬衫非常干净，因为我去南货的时候，有几个 supplier 他的店几乎很像狗收拿这样，那种空屋，你站在空屋旁边的感觉，就是说真的太热了，可能它就是会有忽冷忽热那种感觉，可是它冷来讲就是凉快，不会是冷的那种，不会是冷的，真的是太热就对了。OK， 我昨天去的时候，他刚好另外一个人就搬了新店，我讲。他叫我进去的地方，我就摸我还你另外一个葡萄啊，吹凉气，他骂我，他的真的是太热，哎，真的太热，真的是太热，热到有点顶不顺的那一种啊，尤其是昨天特别热，他有的时候热不用紧啊，他下一点点雨，他把地下那个热气蒸了起来，你更热，对，热上加热，穿这样子的裤子，它通风，吹一点风上去啊，你会觉得特凉爽。来，白色配搭回了这个 sandbag。一样是搭得到，如果你上班不能穿太花俏的颜色，你带走白色，尤其是那种配外套的白色或者是黑色搭在里面是非常搭，这一件搭外套是搭得到的。我的 Decoy 最后三件啊，黑色最后一件啊，谁要黑色还有最后一件而已哈，黑色剩下最后一件啊，谁要黑的赶快啊，可能如果你把我带走了我就不穿黑了。 OK， 你看啊，你搭外套，为什么我说这样子的一点点的灯类，这样子的上衣，然后配到外套是非常好看，它就微微这边这样子露一点点。对， OK， 你就这样子上班配搭穿就好了。就整体比起你一字领的话，它会比较有职场风哈，这样子的配搭。然后配搭回黑色的裤子给我们看啊，这整体啊会更有那个职场感啊。OK。你需要你的是白色流了，然后是到 SY 你是要 SY 你的是 Greenish Brown 啊，对，你放 GB 是 Greenish Brown 留给你的。来，你看我那些上班只允许穿很素的颜色，你这样子配的，我买到我感觉到我自己要上班了，所以这样子一套就 OK 了哈。你的外套啊，我外套没有卖啊，外套没有卖。谁要外套的话，你要自己外面找啊，没有卖。好看，你看这样子整套配搭很像裙子这样子，就非常职场风的感觉，就这样子一套带走。对，所以说外套没有啊，不要找外套啊，我们没有哈，这个外套是自己的。来，这样子应该是黑色卖完了是吗？等一下先。所以谁要裤子刚刚进来的可以留言，尽量直播间这边下单啊 ，OK， 因为怕等一下你。下单轮到你的时候没了，给你们看多一次裤子的颜色啊。刚才没有，你衣服介绍完，你再看看。完了，哦，是哦 ，sorry 啊。来，上衣的颜色我穿完了，我觉得黑色应该是没了，我就不穿了，因为毕竟助理已经穿在身上了。刚才助理已经讲最后一件了，然后黑色没了，黑色没了。黑色没了 ，OK。现在最深的颜色就剩下那个 greenish brown 了。Sand mesh is super nice。是的，雨林这个裤子真的sand mesh， 它的非常高级的色。所以说裤子，上雨林介绍它。如果你们要很就是就是说很高雅的颜色，比较属于高级的颜色，属于就是说带点人味的 sand mesh 不要错过哈。来，上衣现在只剩下6个色而已啊，可以剩下6个色。我身上的白色，白色属于 pure white 啊，几乎是非常接近很白的白就对了，白净的白色。对了，这个比较出色的是 decoys 啊 ，decoys 也是剩下不多啊 ，decoys。这个是 baby blue， 然后这个是 powder pink， 这个 powder pink 整体穿起来很斯文，然后这个是 greenish brown， 另外剩下 among 6个色剩下的颜色 ，greenish brown 是属于一个深的颜色了。再来比较裸色系的话，就有这个卡其色。基本上刚才我穿 sand beige 啊，所有的颜色都搭得到就对了。OK， 加我身上的白色针织面料的上衣。MTH07 价钱只是55而已，怎么取舍那个颜色呢？可能这样子吧。哦，它 mesh 裤子和 boyfriend 色 ，OK， 是衬得到，衬得到，衬得到，对对对，就是属于稍微是比较啊，稍微的比较一点点的慵懒风格，风这样子，慵懒风，可是又有带职场感的哈。OK， 来，怎么取舍颜色呢？白色也是最后一件啊，所以要白色最后一件哈。可能就冷色系的话，卡这个 off color 的话，卡跟 greenish brown 你二选一 ，OK？ The coins 和 baby blue 二选一 ，OK？ 或者是
baby blue 和这个 powder pink 这样子来二选一，喜欢的话，其实你包式这个款也不错，没有了，剩下最后的白色就一件啦，谁要白色就一件哈。OK， MTH07 价钱55 free size， OK， 基本上 SML 的顾客都穿得到就对了。OK， 没有的话我们休息五分钟啊，9:05回来，记得9:05回来，一样是一个爆款回货的西装裤 ，OK， 爆款回货的西装裤，全新的颜色，就撇开黑色不要说了 ，OK， 撇开黑色，我就停五分钟，可以看一下它有种吗？啊？我没有电话看，现在，你可以进去看那个 app， 我不知道看什么，我给你看，因为你看有没有？什么白色？裤子介绍一下可以呀、啊，不要走快先来。哦、对来来，你们看一下裤子啊，因为可能很多人刚刚进来。来，颜色方面呢是有三个色啊，裤子有三个色，一个是爆款回货来的黑色，很高雅的颜色，就有这个 sand match。再来就是白色，它是裤裙版啊，它不是裙子啊，它穿上去像裤子这样子啊，它穿上去像裙子，它是裤子来的。裤子来的哈，不要说到假，我不能穿裤子，我哪里翻啊？不能，它是裤子。裤子，可是它版型是像裙子这样子，属于一个中高腰，非常显瘦，不用怕这两个浅色会透之类的。如果会透，一定会保湿的，一定强力推荐的。OK， same match， 白。OK， 这两个色，黑色就撇开了，因为基本上每一个款式裤子来讲，下半身来讲一定会有黑色，你要比较特别的颜色。白和 sand beige， 然后这个白色呢，基本上厂家已经放话了。为什么这样子讲？因为我一些板啊，他做白色回来，厂家帮我打白色，他一直强调他讲，我不做白色，我就不做白色，所以需要白色的。来，我分享多一次啊 ，ZPW13 ，OK， 有 S 到 XL 啊 ，S 到 XL， 所以需要白色的 ，OK， 赶快啊 ，OK， 下子啊，给我看一个东西先啦啊。OK 啊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裤子助理是穿 M size， 我是穿得到 S 的。OK， 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中途休息五分钟先啊。OK， 中途休息五分钟，给我看一下先。一下子啊，给我看一个东西先啊。你把你的白色上衣收了，那个白色也一样没有了哈、哦。上衣白色也没了，就剩下五个色。OK， 上衣现在只剩下五个色啊。谁下单上衣的还没有收到 link 的，可以留言多一次啊！一样吗？就是面子书故意吃掉你们的兴趣。上衣下单了还没有收到 link 的，现在可以留言多一次哈。OK， 没有的话我们就抄下来，你要让他知道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中途休息五分钟。我们九点十分回来呀、啊，9:10回来，记得待会我们会介绍一个一样是爆款回货的西装裤 ，OK。